大家好，我是光头。今天那小区里开了一个新开的火锅，火锅店尝什么样？那个要的那个羊肉，挺实惠的，香吗？开了吧。我们人多，放了两盘儿。这么多？我接我。非常的鲜，看到没有？而且一个非常的大。就是那猪肠子，那就是这个一算就可以了。哪个？哪个？哪个是哪个？哪个是哪个的？我那个倒了，往那里头一粘，对对对。和这个蒜泥和这个豆汁一搅拌，味道很好。谁赢的？刚才留了一盏。嗯，味道不错。老弟，辣一点的，我这我尝这个肉呢，这肉很嫩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挺热吃，好的，咋找出来了？你是不是挺热吃？挺热吃，你是不是还没事？也可以的呀。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吃完饭了，今天菜非常的丰富。来，大爷，慢慢吃。